我们在2022年第14名呐、啊，2023年第19名呐、啊，闹亏啊！跟我们现在业界来讲，我的感觉说，我看着这个数字上的拱，你说怎么可能？啊，先啦、啊，啊，只有一个答案呐、啊，啊，这个政府都给了啊，啊，那个民间这么强，啊，你看 AI、NVIDIA 这个下下给我，哦，我呢？全球兵变给 AI 概念股涨翻天，结果、我们的政府的 AI 准备度6名呢，一年内就掉了5名了。这个院长要不要稍微节省点讲一点呢？我不太清楚这个 Oxford Insight 的这一个指数。